年快乐！喂，眨下眼就2024年啦喎！我哋由2023年陪大家行到2024。今年嘅第一部爱情片由我哋，冇错，就系我哋《不是你不爱你》。唉，等唔切啦！几时上映啊？1月18日，《不是你不爱你》。哇！我觉得我们这样大家开开心心的认识很好啊，而且我最爱的就是雪儿。我哋不嬲都系咁噶，各有各玩嘅。一脚踏两船，食完阿宝仲唔够食埋我个妹啊？即系你搵钱带我啊？啊？唔系。你收爹，有钱咪带晒啊！在这个世界，你不可以选哪一个人伤害你，但你可以选哪个是你最爱的。他可以恨我，但他不能说过。